先生，可愿随我到后室，去看一看此书的流传？想，走。先生果然是知行合一，请。阳明先生的学说，历经同门徐爱、薛侃、南大吉等人和我陆续整理，集成《初刻传习录》《续刻传习录》和《传习续录》，共三卷书稿，望后世共习之，共传之。这是钱德洪吗？对呀。他也老了。阳明先生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，在军事上、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。学阳明先生思想，应读传习录。此为何人？这位先生叫梁启超，生于清朝。他年轻的时候曾和上千举人联名向皇帝上书，呼吁变法图强，史称公车上书。也是个有胆识的人。阳明先生说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自今日起，我为自己改名。这位是？这位陶先生醉心于您的知行合一学说，改名叫陶行知，他是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。他提出教学做合一，享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美誉。人如其名，名如其志，后生可畏。先生，您再往这儿看。拍照，麻烦让一下。先生，您还记得这个地方？这莫非是我住过的山洞？正是。当年您起名叫阳明小洞天，后世管它叫阳明洞。四百多年之后，读书人要想学习您的理论啊，都得到这儿打个卡。打卡，就是到此一游。哎、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好多话干嘛呀？阳明先生，在这里悟道，还教了很多学生啊。哎，我听说啊，里边有阳明先生做过的石墩呢。是吗？我也得去做做，看能不能悟道。一起，一起，一起。哎，大家快看，快看，快看！撒贝宁老师，哎，撒老师，撒老师，撒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撒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跟你们一样啊，来游览阳明洞。哎，先生，请。马老师，这位是，这位你们都不知道啊？这就是最了解阳明洞的人。哦，是解说员。对对对，解说员。我跟大家讲啊，有什么问题赶紧向解说员提问，这可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啊。老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什么叫知行合一？先生，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阳明洞的故事？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慢点。阳明先生说知行合一，那是知更重要还是行更重要？这知行如何合一呀、啊？好问题。谁能说说？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就应该立刻去践行。如何能确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呢？致良知，以良知知行合一。你从哪里学到的这些？我读传习录啊，我今天还带来了。您看，可否借我一观？
先生，这是我买的现装本《传习录》。先生。《传习录》的序是徐爱做的。徐爱是阳明先生的妹夫，也是他的第一位学生。你很像我的一个学生。啊，他也读《传习录》吗？他很爱《传习录》。感谢先生以知行合一教我。曾子曰：“传不习乎？”此书就叫《传习录》，如何？所有读过《传习录》的人，应该都算是阳明先生的学生。桑老师，我的老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王阳明先生，了解阳明先生，都应该读《传习录》。这样吧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既然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们让这位讲解员老先生带着我们一块儿重温一下《传习录》，好吧？好。知是行之始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行是知之成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谢谢先生。